是我小时候12岁发生的一个事情，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印象深刻。那时候我刚发第一张专辑《龙喜五流利》啦，那时候我们就公司带我到中南部去做宣传，住那种很旧老旧的饭店，便宜，公司就随便就是你就去住这样。那我印象很深刻，是我们一进去啊，我一走进去我们那层楼就一个长廊，然后那个地板啊，因为那个地毯很潮湿，你就可以闻到那个臭臭的味道，发霉的味道。然后想说算了，我们只住一个晚上，就赶快跟妈妈借，我们就好死不死，我们就住在最尾边间。然后我那宣传住我们隔壁，那洗澡的时候呢，那个灯就开始这样闪一下，感觉上好像是因为那个饭店很旧了，那个灯这样一直闪这样。那想说算了，我赶快洗一洗哦，赶快睡觉。对。然后这时候我就听到外面那个声音，电视打开嘣一声的声音，这样很吵。然后想说啊，可能是我妈妈在外面，就在那边开电视看了，这样看电视。然后想赶快洗一洗。哎，洗完之后一打开门，不对啊，因为我们那个是一张床嘛。我妈妈已经在睡觉了。哦。她已经盖着棉被，然后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打开来。刚刚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？或是这些小朋友就想说：“哎呦，怎么不等我睡，就自己睡着，这样赶快我给你弄弄呀。”然后就上床，就抱着他，我就抱着他，因为我妈妈是背对着我嘛。然后我就抱着他，然后因为我晚上睡觉就不在住饭店，我就不敢关灯，想说才灯亮亮的，这样比较不会那么恐怖，对，比较有安全感。对。然后呢，可是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那个灯就慢慢的这样飞out。就按掉了，自己关的吗？对，他想，我很恐怖哎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想，越抱起整个鸡皮疙瘩就开始起来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也胃刮呢。然后呢，就抱着我妈妈想说，算了，我眼睛张开来看，因为我觉得感觉不太对劲。我就一张开，不对啊，这个是长头发，可是我妈妈是短头发。哇！那我想，要修。当下我就想说，不对啊，因为我不敢动，你知道，我马上眼睛又闭起来，然后想说。不对，我就是一直在回想，不对，这不是一堆头发在这边，因为我妈妈头发很短，不可能这边有头发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不敢动啊，我也不敢动，因为我怕动了，万一她转头呢？对不对？跟你说抱紧一点。所以这时候我的眼睛又稍微慢慢张开一下，我就看到我的脚穿过去这个人的身上，旁边下半身是透穿过去，穿过去，穿透过去。对，我的脚是穿透过去，是你是抱着，对，我是抱着，但是我的脚是穿过去的。我整个吓醒了，我就整个大叫，进入他的身体里，就是我的脚是在他的身体上面，我就整个那大叫这样，然后冲出去房间。一冲出房间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妈妈从隔壁的房间走出来，从我宣传的房间走出来，我想说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刚刚已经睡着了吗？那个床上那个人是谁？我妈说：“哎呦，阿丽在睡行顾卫行，我就你宣传打电话叫我去拿东西，我就一直在他房间聊天呐、啊。你怎么了？这样？我说，可是刚刚明明我看到床上有一个，你不是睡着了吗？有一个人呐、啊，那个人是谁？我还抱他，我还抱着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当下我也是跟文明哥一样，就不敢进去那个房间，再也不要走进去。我就说我就在那边大哭，我就说你们去把东西给我拿出来，我今天晚上不敢睡那边了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恐怖，恐怖。然后就全部他们就东西收拾了，然后就我们就打包就要退房嘛。可是我跟你讲，那个饭店的人一定知道那个房间有问题，因为我们一说退房，他马上就让你换。对，什么都没有讲。饭店很多这种开电视，所以以后还要住饭店吗？我们还是露营就好了。不会啦，还是会遇到好的啦。还是有好的。你们不要那，你要看，你在讲就开，你看。对啊，就会开电视。